现在我们来介绍区间的的观念。区间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实数的一个部分的集合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介绍 B 区间的观念。B 区间的写法的话呢，它是以一个中刮弧的方式来表达。中刮弧 A 斗点 B 中刮弧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哪些集合呢？比 x 的话呢，小于等于 b，大于等于 a 的这些所有的数字所成的集合。那我来举个例子给各位同学看。比如说，我们来介绍的话呢，如果如何去描述一个区间由负二到三之间的一个一个 b 区间。所谓 b 区间的意思，很重要的是，它是两个端点都要考虑。负二，2,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。 是一个实心的点，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实心，我们画一个实心。三的话呢是也是实心点，只要是过中刮弧的部分就是实心，然后的话呢，只要是介于这两点中间的数字，我们通通要。那么这一段就是所谓的是负二到三的闭区间”的写法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介绍跟闭区间不一样的。 就是叫做开区间。什么是开区间呢？跟闭区间非常的像，它只差在哪里呢？它只差在它是圆刮弧，圆的跟这个方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只差在端点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如果说我们要算的是负一到二之间的开区间，所谓的 open interval 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负一到二，那负一到二的话呢？注意的是，这个负一这个点本身我们并没有，到二的话呢，我们这边也没有，我们就是比负一大，比负二呃比正二小，中间这块区域，注意的是，我们两者之间的话呢，差异是差异在端点不一样，一个是有含端点，一个是没有含端点的，除了。 开区间以及闭区间的情况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是叫做半开半闭的情况。何为半半开半闭的呢？它只有一个端点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给同学看。如果说我们的话呢，要要画出由负二到一这个区间的话呢，是如何来表达呢？负二这一点的话呢，是有端点的。 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画一个实心的。一这一点的话呢，是不含端点的，我们就空心的。于是的话呢，这个的连接，我们可以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是这个区域的话呢，是比负二大，比正一小，然后包含负二那一个点的这个区域，我们就称为是。 半开半闭的区间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还有一种区间，我们是经常遇到的，就是所谓的无限区间。那我们的写法的话呢，它是比一个数字大或比一个数字小。它的话呢，这个符号的话呢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们要认识这个字叫做 infinity，无限大。它的意思是说比 a 还大，然后的话呢，大到哪里去呢？ 大到一直往右走，一直往右走，它是没有界限的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就用一个符号来代表，叫做无限大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如果说我们来介绍的话呢，是二到无限大，意思就是说比二都大的部分我们全部都要。那我们怎么怎么画呢？我们二的话呢，这一点不包含。当然，这边如果是方框框的话呢。 我们二的话呢，就要变成实心点了。二一直往右走，各位同学注意的是区间的符号的话呢，大的一定在右边，小的一定在左边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表达的方式就是使用的是一个箭头，就是所谓的射线。从二以上，我们通通都要。这种情况的话呢，就叫做无限区间的表达方式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无限区间的表达方式的话呢，我们我们大概的话呢，就介绍到这边。